了虹桥方向。所以倡导北京过年呢，但是我觉得我三年没回家了，我觉得父母，然后年纪岁数大了，所以我就父母也是多陪陪父母，是吧？但是说能回家过年，但是又不影响当地的一个防疫政策的话，我觉得能回家就回家，因为毕竟一年多没回家了，我觉得是没什么大问题。然后打了当地的这个热线，然后当地说是可以绿码通行就行，因为全北京，你说北京要是丰台那边的就不行了。然后因为在通州，还是感谢国家吧。还是早点结束吧，就是有时候有假的时候，疫情管着回不去，也比较麻烦，经常打乱一下安排计划。